平台有点卡卡的，你的天灯长得怎样？那这个的话，从遥远的台东过来，啊、没有，他出太久，对，早上闲闲的，然后他就说他的卡卡，想要看一下怎么处理。OK， 我们顺便介绍这边，顺便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东西，还蛮屌的。在施工之前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张力弹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是凯奇人来令的张力弹簧。首先看一下构造，一左一右是可以将左右来令片把它推开一点点，也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些所谓的顺畅的效果。好，那待会我们会实际测试一下。好，这是前几天厂商刚拿来给我们做测试的。另外呢，它还有特殊的设计，一边是勾左边的来令，一边是勾右边的来令，对，顺转或者逆转，你就不太会听到卡钳咔嗒咔嗒的一个异音，哦，改善过去传统式的一个挡片的状况。待会我们就要测试一下，我们转起来会不会比较顺畅 ？OK，Let's go， 看一下。OK， 经过了校正之后，我们现在完成了。因为它碟盘有歪，所以在校正上面会有点难取舍。到这道碟盘还在变形，所以一直都是它的。上的话，还要碟盘是在一个轰炸范围内的一个偏白环边接收，但是这个肉眼是看得出来的，它明显是在左右偏白，所以在飘上面。Okay, let's do it.